时多点吗？在触摸装置就好了，这没问题。现在还是单点的？现在双点。双点啊？你想多点？温七系统是吧？那很容易。你现在是温七吗？先帮我演示的。那如果停电是什么样子的？停电它还是透明的吗？哎，一会儿麻烦您停电，我们看一下。麻烦您一会儿停电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把那个屏黑掉是什么样子？就如果没有，就是正常的屏幕黑掉。这波你帮我看一下，我也。暗对了，就是大家屏幕黑的，就没有后面那个透明，也不透明了，对吧？都透明了。它只有在上电以后才是透明的吗？它只有在上电以后还是透明的吗？点它，点击它，让它进去。滑的不是滑，是点点那球，让它跳进去。这不是滑的。